有人吗？又来了。Hello， 早上好啊，中午好，早上。你的小宝贝开。在大理。就是Hello， 现在呢我没走回来了，好了，卡掉渣了，还卡卡吗？好了，那今天呢我现在在这个大理，大理非常的美丽，然后现在我以为这边会挺冷的，结果没有，这边非常的春暖花开。然后呢今天我很开心的就是明天女儿们的恋爱就要播出了，大家一定要拖家带口的看起来哦，非常的有意思，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自己都要笑死了。好的，那今天呢我来给大家看看我这两天收到的很奇怪的礼物，那我现在就隆重介绍一下啊，你们都是怎么想的整整头发行吗？咋的了？我咋的了？头发这不挺好的吗？不是有点炸毛而已啊。好了，那么现在介绍第一个，我实在没有忍住，我就开箱，我就组装了它，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奇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是什么？爱情扭蛋机啊，然后它本来是这种，里面也没有蛋，然后那个这些东西也没有，这是我组装好的。那这个蛋怎么出来呢？你们想不想知道？哎，对喽，这儿有个孔，那这个孔是干嘛的呢？什么你能想象到的都不能装，它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独配，它自己的配方，就这样的一个小臂，然后这样咔嚓进去，好，它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在他的屁股后面，给他得打开，打开之后，对不起，他前面出来了sorry， 人家出这儿了。好我说小 B 是在这儿拿，在屁股后面拿，哎，你看在这儿出现了。那这个怎么玩呢？这个球上有这个编码37号，那么37号还有这个爱情兑换券，哎呀奇奇怪怪的，我也不明白，哈哈，我看看啊，这个就找这个37啊，找这个37哈，这儿01啊，37看看是什么，是大冒险呢还是真心话啊，貌似都不是，哎呀，找不着，哎呀，你们刚刚都逮乱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好，37是真心话券，亲爱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啊，真心话券，那你们就是非常那个两口子可以玩一下这个真心话。他这边还有什么分享秘密券啊，就分享秘密就可以把这个银行卡密码说一下啊，我们玩点实际的。好，这个非常可爱哈，就是这样可以增添这个，哎呀我怎么变形了，这可以增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甜蜜的时刻，非常可爱。好，那第二个，
第二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个啥？这是看一眼啊，优质男友综合测试卷，是测试我的是吗？啊，这是给我测试的。我还有个最佳男友证，谢谢。我好像是个女的。哦，这让我颁发给别人的是吧？会不会出现啊？这个还可以贴照片，还挺正式的。嗯，开心。那这个考试卷啊，以下选哪个选项是女朋友的净身高 ？A 1.58米以下 ，B 1.5米。好，我是1.90米。好，这个非常可爱，这也可以平时你们玩的时候，希望我能用得到。好，下一环节，先介绍他吧。哎，这个这样看啊，这样一闪而过，简直就是一个大鸡腿在你的面前。喂，真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这是烧鸡啊。我知道你们疼我，就觉得我这也太寂寞了吧，需要一个这个。而且这位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不是长得有点太偏了一点啊？啊，这位置不太对啊。这个是这么玩的吗？这个就是颈枕，倒挺硬的，这也不舒服呀。这个颜色做的也很奇奇怪怪的，这简直就是烧跟烧鸡一个色儿。没太懂啊，这是让我挂着出门的是吗？这样显得高级。谢谢这位朋友，也是蛮酷的。嗯，希望用得着。好的，我们下一环节。母猪的产后护理，那么这是什么呢？哦，这是一个雨衣，哦，雨披，是双人的雨披，就是貌似有两个脑袋，然后就可以跟你的对象，就是套在这一个披里面，帐篷啊，搭帐篷。好，那么就不打开了，好像非常大啊，没事儿，无所谓，这个也是非常棒，因为可能这两天要下雨，下雨的时候说不定能用得上。嗯，还那不知道披上还能不能行走也不晓得。嗯，这个也是我第一次见。好，下一话题。哦，重磅来了。在我收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就这是谁给我寄的呀？啊，我还需要这东西，真的太奇怪了。而且这个书名呢，这名字写的非常的直白。如何征服英俊少男？这个，我。还挺厚的，这书就是没太明白哈，但是里面仿佛写的非常的到位，就很认真。随便给大家翻一页，嗯，喊50力，你的肩膀好宽呀，他听到你这样的称赞肯定会高兴。二，你的皮肤晒得真黑，黝黑的皮肤标志着体魄健壮，你会感到很高兴。啊，难道不是雪白更可爱吗？嗯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雪白的男子，所以这本书可能对一小部分人比较受用。啊，那这个书名真的就震惊到我了，如何勾搭英俊少男。嗯，好。哎呀，真的是非常的，再给大家念一页吧。嗯，随便翻一页啊。怎样使自己更具性感？
哦，这还有图解。你看这性感的女子使眼色，气味清香的香水，不经意的接触，不戴胸罩。这个也因人而异吧。这个前提是有胸的人不戴胸罩还 OK， 没有的还是戴一下吧。还有合身的衣服，当然涂指甲油，穿高跟鞋，但我从来不穿，我试着性感一下以后。好的，我觉得不用再读了。这本书大致的意思就是讲这些，非常的谢谢你，我希望能用得上。怎么还有说扫黄呢？我说啥了？好，那我再给大家扭个蛋吧，好吗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刚刚用的这颗蛋放进去。不要这样。好，好的，再拿一个小黄币投进去，扭儿。啊，黄蛋。果然。扫黄扫黄，对不起，来了这个黄蛋，看看是什么呢。40。好，黄蛋。40号哈。面壁思过卷，你们想看我面壁思过吗？你们还是想看到我的吧。那我就不面壁思过了。还有这样的，这不是找打架的吗？就是这是两个感情破裂的始源。千万一定要小心，这个可爱的扭蛋机也是也挺毁人的感觉。好的，乖乖呢，我们再聊一会儿好不好？来，我来带着我的臂膀。我的臂膀非常的个人。哎呀，就是这位总是顶着我的头。他一直在怼我。他好烦啊，他一直怼我，咚咚，就是他真的太想把他揪掉。换一个方向，他又怼我干什么啊。没事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可爱的，如果少了这一半，这样抱这个还挺舒服的。信读完了吗？还有啥？喝假酒，我没喝假酒啊。乖乖们，你们吃饭了吗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播。没有。今天天气非常的好。我这边儿，居然开了猪头特效。还挺明显的。哎，这小手好可爱。你们猜我在啊，我刚刚好像说过我在哪里了，对不起。脸大好看点，真的吗？我也觉得。关了，现在还能关吗？不能关了，宝贝们，
就这样凑合看吧啊。嗯，声音小点就行了，我声音大呀，我吵吗？我吵啊，真的假的？你们嫌我吵了？啊，你头发好蓬松，当然了，因为做了造型啊。这么大清早起来不是白起的，还是要考虑一下颜值，因为一会儿直播完了还要工作，然后就直接去工作了。你们记得要看哦，明天就要播了，我也非常期待看，我明天一定要好好看一下，听说笑死人了，我很想看。眉毛画的还是贴的？画的，我眉毛长出来了，姐妹们，我不再是那个无眉小姐姐了，眉毛长得非常非常的快，拍完那个戏马上它就长出来了，非常给面。什么要播了？我说了60遍了，女儿们的恋爱。别搞基了，我没搞基。嗯，哦，了不起的女孩也要播了，乖乖们，到时候要看哦，很快了，但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是什么时候，但是马上了。不许谈恋爱，我不谈，嗯，听你们的。好快啊，我看不清楚了。沈清河，嗯。不知道他怎么还不出现，我也好烦啊！卡了，又卡了，不可能！你骗我，你骗我！觉不觉得我爸很可爱？嗯，觉不觉得？我爸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人物。我爸以前的时候，有段时间总爱戴假发，戴女士假发。我每次回到家，我爸就这样站在窗前，然后背对着我，然后戴一个这样波波头的女士假发，然后这样缓缓地转过来，回来了，女儿。我也见怪不怪了，回来了，就走了，非常不给面儿。后来他又换了另外的一顶假发，又骗我，天哪，简直是煞费苦心啊，我爸呀。为啥不给谈？也可以谈，反正就是事业为主嘛。但是那个，反正遇到合适的，当然我觉得也挺好的。我是捡来的，我怎么是捡来的？我是捡来的，我爸就不会戴着假发来逗我开心了，他觉得没必要。发色，我也喜欢这个发色，我觉得我是这辈子染的最好看的一个发色了，而且我也不适合奇奇怪怪很突兀的发色，但这个就是刚好，然后也非常显白，就是那种蜂蜜金，有点浅浅的感觉，很提亮肤色，就是那种黄皮可以推荐你染，在阳光下超级好看，不错。哦，对，我的 P 图，对，我刚刚看到有刷那个孟佳的那个蜘蛛腿儿，怎么样？我太厉害了，而且我快速，非常快速就 P 完了那个图片，大概用了10分钟吧，然后就是眼睛快瞎了，但我非常满意，看起来有点吓人，确实，习惯就好。耳环也好看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不错。我不喜欢戴很长很长的，这样会显得脸型就不修饰脸型。但这种短的吧，然后也不是很小，然后就很衬脸型，因为它在这个地方的上面。就会显得你这块很好看，你们会了吗？
如果说是脸很小的女生，或者是短短的女生，戴一个很长的，就会很奇怪。脖子怎么了？耳朵长得有鼻子有眼的哈。嗯。去大理约会了吗？你猜。去大理，我是在闹海，我游泳来着。哼。声音好大，我声音大吗？你们嫌我丑？一口没睡，让我闭嘴。又喝假酒？没喝假酒，真的，我发誓，大早上起来喝什么假酒啊？别吃蘑菇，不吃。吃了。我吃了，没事儿，煮熟了就行。哦，对，今天我要去喝鲜奶，我要使劲儿喝鲜奶。听说这边的鲜奶非常好喝。来到这里呢，我觉得太美了，然后我就，昨天睡得很晚，今天又起得很早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觉得一瞬间觉得睡觉是挺浪费时间的一件事儿，但不能这样，还是要多多睡觉，睡眠很重要。是的，好快啊！天，又来扫黄来了。刚刚看，你们还需要我给你读那本书吗？嗯。随便看一个啊，随便，我看一眼目录吧，应该也会很精彩。这个25位受访男孩，男孩不介意女孩主动进攻啊，当然，女追男，隔层纱，隔层纸，哎，纱，管他呢，反正是很容易。女孩即使不太漂亮，同样可以找到英俊少男。女孩需要你的亲近。女孩给男孩的暗示，看一眼啊。36，看看是什么暗示。他如果是奇奇怪怪的暗示，你们把我抓走好吗？马上把我抓走，一会儿就有人敲门。其实创造机会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，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麻烦。主动交谈也许你不太适应，但就采用另外一种形式，这样就由你发出信息，做出暗示，对方，哎呀，这书啊，字儿都打得参差不齐，让我很难读啊。对方得到你的暗示后，就会开始采取行动。哦，是的，要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。就是有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太过被动，你其实知道你自己很被动，你的性格没有办法突破你自己主动的这个时候，你就可以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暗示，以你自己的方式，不要太突兀，不要太明显，不要太让人看不出来，但是你要给他的感觉是一种气场里带有我很喜欢你，可是又收着自己，就是，哎呀，你们听懂了吗？反正就是那种，很含蓄，不是，也有可能这个男孩喜欢就是很开朗的女孩，那你呢就开朗中对他的感觉稍微有一点不一样，他就马上能感觉到之后，他就马上向你发出进攻。如果你知道了这个男孩也喜欢你，岂不是很开心的事情？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哦。歇会儿，有人说让我歇会儿。什么啊？我不歇，别瞎掰了。我瞎掰什么？你不对劲。跳过，你喝点水，不谈了，干啥呀？啊？有姐姐们在吗 ？Hello， 让我注意表情，我怎么了？我表情怎么了？我挺好的。
眼上昨晚梦到我了，真的、啊？梦到我啥？有解药吗？我单口相声，你不对劲。Hello， 涂点唇膏，嗯，是有点干巴了，刚刚说太多了，喝点水。好的，一会儿会的。你们一会儿干什么呀？是吃饭呢，还是工作呢，还是开心呢，还是，还是什么呢？上厕所，上课，吃饭，正在工作。正在工作还可以看直播？那不会，你的老板把我拉黑了？吃药，嗯，一会儿就吃。嘿嘿，我想你们了。正在上课，我怕老师，我害怕。老师好，教学生累了吧？是不是？你的孩子们都听话吗？那个，现在把我投到这个大屏幕上好吗？哎，你们截图看看能不能截到那个，就我后面开始晃，看能不能截到完整的我好吗？不虚晃的我，一二三，二一。好像最快速的，我小泡片儿甩掉了啊，好晕啊，好了吗？啊，脑仁有点疼，手机卡了，那不是卡，那是那是我制造的。你们截没截啊？截没截啊？让我再换一次吗？脖子扭了吧我再来一次啊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，三二一。我最快速度，我不管，我才不管呢，我觉得我可以，你们肯定截不到最清楚的我，但是我现在我脑仁有点疼，哎呦，有点晕嘞，在这儿还有点高反，我又得倒个立，你可别了吧。信号不好，怎么可能？那不是信号不好，那是我晃的，傻子啊！大喜出来了，对，是的，因为我就平时就是这样，然后我工作的时候，大家需要我正常的时候，我也能正常，但是我的本质是这样的，我正常的时候其实，挺累的。但你们喜欢正常的我还是不正常的我呢？你们说。都喜欢啊！哇，谢谢。不正常，不正常的我，那我再晃一次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直个播嗓子都哑了，好费嗓子也好费脸啊。好的，那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。我还会找时间跟大家聊天的，你们要记得多多来看我的直播，多多来支持我明天即将播出的《女儿们的恋爱》，一定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我爱你们。拜拜。哎，怎么点不着？